商鞅给景监车英交代了两件事：第一，三两年之内不能辞官。一个国君，他可以有失于忠厚仁慈，不能有失于误国乱法。只要他坚持秦法，铲除复辟，打好秦国的坚实根基，那就是大德大节。第二，把河西之战收回的大宝剑还给赢钱，身兵利器对于他还是有用场的。未央交代完，景监又表示，我也有件事要跟你说，这事儿我已经瞒了你半辈子了。瞒就瞒了，事事都让我知道，哪受得了？那可不行，这事儿还真就必须告诉你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刚当上你的秘书，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偷偷的把你说的话都记了下来。谁知道你实在是话太多了，我忙不过来，只好找手下兄弟们帮忙。直到去年呢，已经记了25个 T， 存在50个硬盘里。今天专门拿过来给你看看，要不要修改？车英赶紧把箱子搬过来打开，未央一看，我去，这么多呀，我看完还不得累死。商鞅赶紧跪下给景监行礼，景兄啊，你就饶了我吧，我还想多活两天呢。景监赶紧把商鞅扶起来，别，这我可受不起。商鞅表示，白雪那儿也有几个硬盘，跟这些加在一块儿，总共27个 T， 你拿回去自己看着办吧，反正我是没时间管了。车英表示，我看也别这么麻烦了，咱们直接出版了算了。就叫商君术。好，就叫商君术。另一边，老甘龙和杜志正在聊一个人，这个人竟然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退了那些替商鞅喊冤的百姓，他就是把老士族都能说成变法功臣的赵良。老甘龙一听，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这种能够颠倒黑白的人，你把他请到家里，我去跟他聊聊。老甘龙见到赵良，一上来就敲山震虎，先生大才盘盘，能屈居于客卿而没有怨尤，真是国士啊。这话真够厉害的，秦国上一个客卿就是商鞅，他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搞变法的。老甘龙上次就是吃亏在这儿，这次可要提前打预防针。言外之意就是，你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商鞅啊？赵良可是惊得很，不好，有生命危险，赶紧表忠心。就事论，仆拥戴老太师新政，为何呀？这新政好啊，既没变法那么残酷，又非常实用。老甘龙这下总算放心了。不过用人除了忠心，其次还需要能力。眼下急务，先生可有高论呢？这不明摆着吗？杀商鞅啊！你看啊，咱这国君呢，又想杀商鞅，又怕百姓造反。咱这个时候啊，应该先想办法安定军心，别再去挑拨百姓了，先全力以赴杀掉商鞅再说。好，先生有见识，与老太师的想法不谋而合呀。杜志这脑子肯定让驴踢了，你是来拉拢别人的，你还剽窃别人创意，都快把老甘龙给愁死了。老夫何来此等见识？太庙令不要掠人之美。老甘龙一个眼神啊，杜志马上就明白了，赶紧自己打脸。先生真是特立独行，真知灼见呐。还没等赵良接话，突然闯进来一个人，冲着他们脸上刷刷刷就是几剑。三位奸恶，死有余辜，今日略施惩戒，再有恶行，三头挂在咸阳城楼。老甘龙捂着脸赶紧疯狂求生，侯莹也不跟他们废话。其一，商君虚服善行；其二，国人收尸不得干预；其三，刑场祭奠不许阻扰，不然随时会有人来取你们的狗命。这是20000斤，给你们收买士卒的，若敢私吞，杀你们全族。老夫应你，老夫应你，应你。侯莹一个转身消失在门前，老甘龙咬牙切齿，立刻变脸。商鞅一党，死有余辜。赢钱正在看书，面前突然伸出一把剑。赢钱问白雪，劫财还是劫色？白雪马上就把剑收起来了。呸，臭不要脸，说出商鞅必死的三个原因，我就放了你。赢钱一听，这个简单，第一，商鞅知道我恨他，也知道我拥戴变法，前几天让车英把大宝剑给我送回来，就是同意让我复仇，你看是他自己愿意死。第二，商鞅知道赢四怕他，但是跟我感情深，我来辅佐赢四，他才会心无芥蒂，要是换了他，不但早晚得死，还会把秦法搞乱，你看跟我没关系。还有第三，商君太无私，太正直，太公平，太严厉，他就像一尊神，人人恐惧，天地之间没有这种人的活路，他只能死。你看他是天地不容啊，也不缺我一个。白雪听完也是无法反驳，但是他还有一个要求，让他光明正大的走，是可杀不可辱。不论怎样，老夫这一生还是要感谢商君的。
说到感谢商鞅，赢钱的方法还真是与众不同，那就是同意老氏族的申请，处以极刑。他告诉嬴驷，商鞅又不是小气鬼，管他什么善行酷刑，只要死得有用就行。根本处，从此开始，商君之死便要成为一块石头压在士族的身上，否则商君虽死，连他自己也会觉着不够味，这就是商君的大仁不仁。嬴驷听完，心中已经有了决定，就是对商鞅的处置他不能参与。商鞅刑法，朝会公义处置。第二天朝会，老士族一看国君没来，便开始肆无忌惮了。杜挚一上来就给商鞅起了四个外号：商鞅者，窃国残民之大盗，欺族改制之元凶，专权谋逆之首恶，乱国乱俗之魔障。王氏跳出来表示强烈反对，一看你就没上过学，外号应该这么叫：商君是变法强亲之元勋，定国立制的柱石，移风易俗的先导，洗刷国耻的功臣。王氏一时情绪激动，上手就要弄死老甘龙，谁知刚上前一步，杜挚不讲武德，背后偷袭，王氏一步没站稳，偏离航线，一头撞在柱子上，当场昏了过去。老甘龙一分钟都等不了了，振臂高呼：商鞅车裂！颈肩都快气炸了。尔等丧心病狂，行窃有典，车裂出自何典何法？这个时候就轮到牙尖嘴利的赵良登场了：此行出于禹帝诛杀共工，千百年来此行未尝见于人世，行于商鞅，正可以息天人之怒。你欺圣逆治，厌恶行典，不为天道昭昭乎？车裂共工乃孟子大师所考，岂有荒诞之理？显然呢，吵架还得人多才行，只有景监车英两人明显处于下风。老甘龙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：主商鞅极刑，以借后世酷吏，老夫纵然命丧商鞅余党，在所不惜。据梅县在商鞅掠杀老百姓之地，车裂商鞅。对，嬴驷看着满桌子请杀商鞅的上书，做出最后一步安排：下书，这道口书不记录，不入国史，派一年龄最大的老内史口书甘龙，定刑商鞅，交由太师府和廷尉府共同议决，叫他设以为政，也设以为法。嬴驷交代完，乔装打扮来见商鞅：是谁来了？若是赢钱将军，若是公子虔，朕可痛饮一回。商君，嬴驷来了。上君，嬴驷请罪。秦公能来，养你无憾。嬴驷前来是为了请教国政，这是他继位以来第一次跟商鞅深谈。嬴驷一问：商君之后，老氏族将借助何方作乱？商鞅早就知道嬴驷肯定会来，早就有所谋划，把树枝往前面的地图上一丢：这里便是甘龙孟西白三族的老根所在，历来复辟之乱，内力不足，必借外力，此外力不在别处，就在一区。他告诉嬴驷，只要把地图交给赢钱车英，告诉他们除恶务尽就行了。嬴驷二问：商君之后，秦国将相何在？商鞅告诉他，赢钱车英已经老了，处理机文武兼备，可以领政，司马错有将略之才，可以领军，至于开府执政大臣，可以放眼天下斟酌遴选。嬴驷三问：商君之后，我何以待公伯赢钱？商鞅告诉他，赢钱只能高爵显位参与决策，但是这家伙小心眼儿，不能有实权，只要重用他的子女就行了。治公伯者，非商君也。养之赢钱，赢钱之养，两两相知，最充分道。商鞅的谋划深思熟虑，几乎影响了秦惠文王一朝。嬴驷问他有没有身后之事需要交代，商鞅只回了一句：生前身后了无一事。嬴驷告诉商鞅，老氏族立主对他处以极刑。商鞅谈笑间言辞凌厉，依旧是极心无二虑，进攻不务私。好，助我极刑，实则大张老氏族与六国之恶，何乐而不为？日后秦公正可借此发难，铲除伏笔，打出山东，养死而能与秦国有益，死而无憾。商鞅的最后时刻终于到来，一身白衣的商鞅立于车盖之下，淡然进场。
刑场外到处都是披麻戴孝的百姓。上君万岁，秦法万岁，上君万岁，秦法万岁。老刚龙没想到这剧本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，吓得着实有些惊慌，要驱赶百姓，却遭到营前讽刺。是老太师主张平民官刑，警示凶顽，怎么又害怕了？平民百姓无需理会，诸位尽做官刑。宣读国君书命时，商鞅面山而立，笑意无改。老干龙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商鞅面前，洋洋得意，反倒是成就了商鞅的居高临下。老干龙，未央虽死犹生，尔等虽生犹死，岂有他哉？此时的商鞅如同一尊法神，上与百姓跪地叩拜，哭声震天。上君，上君，生死天人，英魂不灭，佑我万民。上君，上君，三生为神，万古不朽，奉为我心。漫天飞雪之中，白雪一身昏妆，如一团火焰，微笑着来到商鞅面前。夫君，小弟，我正在等你，你我终于可以在一起了。我都安排好了，我们可以了无牵挂了。上天赐福，让我们双双归去，人生若此，再无遗憾。侯莹端着他们初次相识时白雪酿下的三升雪酒，两人端起这杯等了24年的喜酒，一饮而尽，相拥而去，任漫天飞雪覆盖了那一抹红白。一位伟大的改革者，为天下立志，为万民立法，用一生写就了历史巨篇，商鞅虽死犹生。好了，大秦帝国裂变就讲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，关注和关注，我们下一部剧再见。